아, 선생님 이밤이니? 있어요. 네, 많이네, 많이네. 아, 실 정말 전화 거 장난이야. 之前也没有多大，其实之前只是一个女儿，心里还有一点点有感了。但是是个航海妹妹，我也是这样，航海妹妹。 我还在这，那那时候是鼻子歪了，笑我。然后就拉我陪不起来了。我眼睛不能睁，眼睛不能睁，对，不能陪你。你要出来，你去那边要心。今天练习的特别干净。对对对，就是中国夫人，中国夫人选美大赛了，全是让那些有钱人家的富婆来参加，来参加这个选美比赛。反正那里，反正富婆嘛，就四十来岁的那种啊，四五十的那种啊。他在那边有钱了噻，有一定的实力了噻。然后来嘛，就想获得一个名次，反正就是上个。 上个报纸封面啊，或者是上一个那个杂志的封面什么的那些，就这样子，反正他们内部的，就是你根据赞助的钱的高低来评名次，就你赞助100万呢，就可以保证进前10名的，还是赞助500万呢，就可以保证进前3名，咱们就在全中国到处打广告发了，就把这个事情呢，后来我他们赚的钱嘛，当时还可以的。 你要先找一个明星，就找一个那种不是很有名的明星来给你打个。什么时候写的？什么时候写的？昨天，前天了。正常被写的。 永清街那边，你在招贩吗？那个女的说永清街那边。伊达拉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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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有学校在那里。对，他有学校。另外一个女的在做什么？ 另外一个女的一直都在。上次我问你的那个女生，也是跟我一起参加这个那个
但是它是空城的，对，然后它是不，它是用来不能真正上去理解。空城也是美玉形状的啊。空城那是美玉形状的。是的，那跟老师规定不能真正的。对呀、你写在盆子里了吗？白呀，黑色素都集中在头发上，对啊。这个季节已经没有能够是活脱的想象了。都是白病。糖尿病啊，癌症啊，艾滋病都能治了，治了所有都可以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到他那，到他的那个人说他是做科技的，他那个他那公司里面搞的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搞了好多什么乱七八糟，什么道光年间的皇帝做的座位，然后还有买的那一只能用一辈子，因为就是能用一辈子，它就是那个瓶子里面那个瓶子有用，那瓶子里面装点水，那个水就被那个瓶子给净化。皮肤好的，把毛给你除了一下，然后就用彻底的漆在下面，然后除了就是那个，哎呀，油光油光的，皮肤很好，现在。好看我一下。皮肤状态很棒。挺好的。18岁的皮肤就是好。好用。不错，美女，美女。好了。好了。然后再拍一个特写进来。对，这个特写，不错。没关系，我拍得进就可以了。好，结束了，来，再见，拜拜。拜。先出去。帮我们戴上，谢谢。